Hello， 我是盖伊。哇，老师，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户外包厢，在这里可以看到蓝蓝的白天，绿油油的草皮，微风这样吹过来非常凉快。我们今天来到了青浦高尔夫球场，有没有打过高尔夫球？没有打过，没有。有啦。健身房。让开，让开，我没有在客气的。我没有在客气的。摸过球杆了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真正的高尔夫球场，体验看看什么叫做高尔夫球。我们来打比远，因为比远这个动作除了力量、肌力之外，非常吃技巧。那你要怎么知道怎么算步伐？一、二。那我们要拍到明天。高尔夫球要比远，只有我们三个比就太没意思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有请到了专业的高尔夫球教练，不仅要跟我们比远，他还要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动作到底有什么问题。我们来请到我们的高尔夫球教练 Gina， 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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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Hello， 教练好。教练好，我们今天呢三剑客想要来比远看看。好的。那想问一下君娜教练，就高尔夫球球龄多久？球龄有30年。哦，国小就开始打。国小开始。哇，生涯打过最远几码？1号目200吗？很远啊，就算很远。女生也算很远，但是那个200/200应该是有一些条件下，比如顺风啊、下坡啊，即使是 LPGA， 就是我们讲的巡回赛选手，女生的平均距离大概在240/200。可能 PR 90%以上的女生了，你看你跟我们聊这是不是很无聊？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多强，然后你讲一个很夸张的数字，我硬举265公斤。对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。但是我们等一下打看看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我们等一下三位会先比赛。好的。我们要怎么测距离？这边的话，我们在青浦高尔夫练习场，然后它这边是有室外模拟器，所以每一次我们打球出去，它就可以去侦测，透过雷达侦测这个球的飞行，数据上都可以完全看到你真实距离。这么方便啊！是的。那教练，我们用什么杆来比？第一次我们就先用7号铁来试看看，初学最常使用的练习杆。教练，你什么都先不要教，好的，直接打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来，我们直接来。来，车子那边有多远？车子那边大概是90。90而已，280怎么打的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场地最远到170几码，280，他打到网子上面去。好了，你先把第一个，先这个当第一个。为什么？不要说，因为第一个比较丢脸。我们一个人三球，打三个成绩，然后取一个。大妹。不错吧，一五很好。教练说很好，来喽。等先生一打，你等一下就不要一直挥空。是啦，命中率很高哎。这球远到看不到哎。你今天打得多远，特斯拉就长得多高。别再害人了好不好？他说我在演地球派。有哎，有真知道，有哎呦，这球烂真知道，落点7，第二杆挡到，对，看这个挡到，哎呦，哎呦，蛮远的哦，至少130，130中进球了，180了，发财，今天特斯拉会大涨。141，这个侦测有点问题，这个有点怪的。好，够了，噔，用力打，用全力打，反正顶多没打到，顶多没打到，还蛮远的，这个120，这120几哦，第一哎，我这个有81，怎么可能这样才81？这样好一点，哎呦，强哎，反正还重哎。116，不行啊，都你一码。有了，有，这应该远哦，这有点，这应该有120，啊，111，哦。药师目前暂居第一，真的，我是怕我等一下学完之后还打远。有时候一知半解，反而这样打太好，我其实压力有点大。会不会等一下教练第一杆输你？
我觉得有可能哦。你看他们都可以在旁边练习。哦，146，152，那会不会突破152？有可能，因为现在没有热身，还没有热身，对啊，还没热身。这球角度，哇，很好哎，更远哎，有，160，哇，太厉害。吉雅教练说他刚没有热身，第一球打146、147，第二球152，第三球直接加10码，加10码是不是差很多？以女生来讲，如果七号铁落点落在155、158，其实算蛮远的距离。男生的话，如果以你们的体型，大概会在170。我想问一下君雅教练，就是看完我们刚刚三位的击球方式，我们有办法现场马上调整，让动作变好吗？你们三个人都不太一样，那您是因为之前有打过棒球，所以你会有一点点棒球的影子在里面，包含你上杆的时候，你的重心位也会比较多，你的左脚会抬得比较多。那高尔夫相对来讲，你抬多，你就必须要再降回来，所以你的稳定性就会比较不好。再来就是握持的方式，因为打棒球的关系，通常握的方式会比较偏向这样。Okay. 那在打击的时候，就会容易让你的球杆的杆面是落后，你的球会比较落后。所以我们在握持会比较偏向是这样的模式，而不是这样的模式。你的手指头靠近你大拇指这种感觉，然后握起来会偏向这样。你会觉得，我好像没在握东西，可是它的这个大拇指藏在里面，然后这一只帮我放上面。我想这样，已经手包手了，手包上手，轻轻握就可以了。我刚抓很紧，我刚是很紧的这样子的，然后握狂敲，对，手腕的使用就灵活度就不会那么好。所以我等一下想要给你们三位就感受到杆头速度。首先的第一个是你们手腕就要够放松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，你的双脚会踩在地上，但是你会大幅度的让你的胸转加上球杆，让球杆来到斜后方。然后你还有意识的让你的球杆回到斜后方。右手可以放开吗？不可以。哦。末端的速度甩出来，不是只是手或者是身体。想象球在这边，那我转身过来，速度就过去。所以在水平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知道你的身体手要稳定，而不会是这样子。很放轻松，一旦打球，你要去感受。你的杆头要回正，下来的时候手放松，你的手臂是需要穿越过去，很好，就这个感觉。我帮助你一件事情，帮我站住，我会扶住你的头，帮我站住一下，帮我坐一下，上台。哎呀，下来，因为你的手在这里。不会是像我们刚打这么大，我只会让你们做轻松。先打准就好了。它其实是离心的力量，手臂是综合肌。我身体的转轴，我身体的力量，它只是一个传送的工具。首先我们在瞄准的时候，我们会希望你球杆是大的。身体的前倾角度多一点，然后手自然下去。可以帮我再窄一点点。因为你刚刚用的是比较窄。那我现在会把它放下，先击到球以后，继续再稍微向下，一点点从上往下打的感觉，还不错。然后往下打，不要想要往上打。好球。这个要这样子刚刚好。对，正的，像这样子。但是你的左手要包过来上去。还可以再尝试一下。左手。对。你站在近一点，可以站后面。这样看起来很怪，反正不就是这样子这个位置吗？手放下来，对。所以杆子是长这样。对。确定？确定？怎么啦？不要，不是我，你不要怎么，你不要质疑30年的教学。不是你这样在那边看就是长得怪，没有，你这样才奇怪。这
会自然的朝左边一点。哦，它不会是正。哦、朝左边是正确的，对。好一堆，你确定？来问人家确定？还不错，好球。这个是哦，今天 Intel 涨多少？ Intel 涨多少？在看这压力很大。完了完了完了！Intel 减仓了，我的 Intel 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三剑客三位分别被 Gina 教练调整了一下动作。我们今天知道的只是一些概念，要真的执行起来，上千球的训练才有办法打得比较好。反正我们来试看看，知道一些观念之后，能不能稍微打远一点去。好的。今天 Gina 教练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啊，他说我们等一下三个人 PK， 最赢的他要送你小礼物，就一样。那我先来吧，来。教练说我们刚打太远，我们就乱打，然后真的是大力出奇迹。知道技术之后，现在反而想太多，有可能更烂。好远哦！我的右手会很不自觉想要放开，可是我刚那个风声应该是还不错，风声不错，空气被挤压而已。有啊有啊有啊！啊，有在哪？大概50、51，慢点下去。不要啦，这个太歪了啦！超雷吧，这球看得出来很大力哦、喔。我感觉这球来了，超了！哎呦啦啦！38，啊，碎了！有人被远了，要看我没压力了。有这压力，这球要赢你应该是。那你就敲一球赢他就好了。哎，不一定，你们两个。有了，好，有了、欸，好巧、喔，这种铲地铲大力，而且这个角度很高，这个感觉有70度，你已经100多了，来了180，下，去了，有了，哎、欸，好远，看不到了，啊，60，没有，就应该有80，没有了，80了，刚刚那个130让我打的、啊。我就是为了抓这个时间，等一下教练要上课。我们今天的高尔夫球体验到这边，高尔夫球的那个男人，对啊，是这么说没错。但我们练习的时候是药师是打了141，是没错。可是我们是以标准，对，我们是以有观念没训练对去打。我刚好听到君老教练说，你刚那球挥的错，打的标准。刚刚那球为什么说打的错？其实初局的最难搭配就是击到球，然后手臂通过这一段的搭配。那像我们大部分初局可能会想要身体压啊，或者是我们保很快啊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你做到这件事情。因为我有想到他讲过要这样，住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那我们请那个军校教练来颁奖吧。那就是刚好就是带队奥运教练，然后又来上奥运教练。军校教练是带队奥运教练。高尔夫的，刚还在问人家确定，你直营奥运教练哦、喔，没有，我是看见你的肌肉状况，要不然我就我在问，我拿杆子打你，你要确定哎、欸，你要确定，你问我确定。啊，他是这次奥运的吉祥物，对对对，法国很传统的一顶帽子。对，谢谢我们的 Gina 教练。对，但我觉得很可惜啦，今天时间真的太少了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好好的训练。我好不容易有一点兴趣，但我觉得这样子才对，就是你先知道一些观念，开始练你有问题就是找教练。最怕什么？最怕养成一个奇怪的习惯，对，又要重新改正，麻烦。然后怕受伤。最后想问一下。教练，打高有什么身心灵上的好处？其实它非常静心，它是一个很调整自己心态。所以你们刚刚在打，你可能经历到很多紧张，
然后担心我刚刚做到，我现在做不到，我现在做到，我等等做不到，你会一直有很多的怀疑，很多思考，它是一个全身的协调性训练。有了，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教练，谢谢教练，我们的奥运带队总教练哎，打着你的名号，然后去骗吃骗招摇，可以说你有怀疑教练，说确定吗？确定，确质疑过带队教练，你要确定哎，你要确定，你问我确定，谢谢教练。声音漂亮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证明什么吗？因为药师刚有一球打163嘛，对，我要再重现一下，没有录到，我知道160几应该是紧绷。还在飞，哦，有，他很高，所以他给我加很多分，哇塞，哇，167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哇塞，金牌啊！不用2000，不用2000球，给我20球就好。20球，两百球啊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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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一球看不到了，你看超远，超远哎，超远，哦，173哎，哇，还可以再更远吗？我觉得有机会，可是我刚才是有在想动作，七号杆男生打到180就超强，我已经173了，已经极限了。他打到球那一瞬间，这个你会觉得我很轻松吗？对，我会觉得你很像在扭转。对，我只是转。下肢转的时候，上肢被还是教练打一球飞超过网子？飞超过网子吗？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高射炮。哇哦！好烦哦！越飞越高，80、70。这高尔夫球，我们一开始来打的时候说什么？力量能不能那个？对，可以解决一切。我觉得很明显，这个技巧大于力量，非常非常多的。以我们的力量来讲，可能我们乱打可能会比较远，不是成功率。他们厉害的是打10颗、10颗都是人都中，都是有。那你们觉得金娜教练调整之后，你有什么改变吗？就是你至少知道说他的标准动作轨迹是长什么样，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调整。你会知道观念是怎样，要打得好，要练，所有运动都一样。没错，2000球对不对？约一下嘛，青浦高尔夫球场，那个场地那么漂亮，对，坐高铁来很快。他们这系统还可以玩很多小游戏，互动游戏，就是你可以一群人来，你比较会打一点点，你可以来打。它可以调简单跟困难，就是我的模式是简单模式，你是地狱模式，因为你比较会打，打到岩石上面，然后下面是岩浆，你的范围就比较小，那我的就大一点。还有什么扑克牌，玩21点，看谁先凑满哪几张牌。以我们的体力打半天应该不是，打满1天都不是问题，我觉得不是问题。那这一支你就带回去放车上，其实下次打到就不是钱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或是想看我们体验挑战什么运动项目，或是职人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袁盖一，主播老师，下次见。